小鱼，新年快乐！很开心，2012年马拉松小鱼终于回来了。然后虽然说我历经了一些波折，然后脖子上面戴了一条美丽的隐形项链，可是我很喜欢这样的我自己，因为跑步对我来讲，它带给了我非常多的正面的力量。那现在的我跑得不快，可是我很开心。那我在开心的事情就是从头到尾跑到最后的时候，我的嘴角都会带着微笑。那我常常就会想说，我跑不快有什么关系？可是我是一只有着灿烂笑容的乌龟小鱼。当然吧，去年呢，我们出了一本书叫《奔跑，跑出人生风景》。那这个人生风景呢，对我来讲，人生不是只有跑步而已。我可能还我这么爱玩，那我希望2013年我给自己的一个新的目标，我想要的不是跑步完人生，我希望的是乐活人生。那我也当然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样，找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把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得非常非常的开心，然后乐在其中。我希望有更多人跟我一起来乐活人生，新年快乐！